是太难搞了，没想到娜姐一出手就搞定了。娜姐你实在太棒了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我姐搞不定的事儿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得给古都一份定金呢，要不然的话他就把合约收回来。多少钱呀？100万。100万？这都够我环游世界多少圈了。环游什么世界呀？100万，他怎么不去抢呀？他现在身家值得100万吧？值啊，人家现在那么火，我也想要这个项目。100万，妈说能借我一点钱，我那还有15万。哎，我那车能卖多少钱？你那车呀，现在能卖个20万就不错了。20万，姐，那不然我就把小薇之前送我的结婚戒指、项链什么的拿去当了吧。你可拉倒吧，那是我弟弟送给你的家的，还没窝热乎呢你就当了，别瞎起哄啊。没事的，姐，咱们公司现在不是需要应急吗？回头公司挣了钱，小薇不就有钱了吗？到时候我要多少你就给我买多少，对吧？这是好，但是那些东西可能全部加在一起也就个5万块。啊，这么少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房本在此。我的房本。不是，咱说好的嘛，要支持孩子们吗？怎么你要反悔啊？我没反悔呀。啊，我当然支持我女儿了。我的房本你拿什么呀？行，那我再放到那儿，你再拿一次不就完了吗？行。小梅，这个你拿去给你姐抵押贷款。文天心，我知道我让你没面子了，我跟你道歉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，你开门。文天心，我知道我让你没面子了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，你开门。文天心，给他大富大贵，他凭什么把到手的好机会白白再交给全胜？因为节目一路下滑，他只是想帮我一把。
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既然你公开了咱们的关系，我希望你的言行能够坚定一点，所以起码别把我的努力全都白白浪费了。你的努力？你的意思，你一直在努力促成我们结婚的事儿了？来看看，怎么样？做回 CEO， 比从前累多了吧？还好，习惯了。不要那么累嘛，应该让年轻人帮你分担分担。去化妆吗？化什么妆？现在这不挺好的吗？面具也不戴了。舞台上这么多灯烤着，一会儿不露脸不就行了吗？那个面具意味着你的角色身份必须得戴。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会戴。我知道你对这个面具有意见，可是你要想清楚啊，是他成就了你。在观众眼里，你就是我身边的一只小狗。你也别忘了，在这个舞台上继续演出，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是你们不让我走的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？威胁我吗？文主持，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情和状态可能不太好。等你恢复了理智以后，我们再聊吧。袁导。袁大豪，袁大豪，什么情况？是这样啊，我觉得呢，文主持现在的状态呢，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。这样，我们大家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稍微调整一下。我呢，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，等一切都好了，我们再来，好吧？
所以我辞职啊。哥，其实你说什么都一样，我就搞不懂了。这分明是我们忠贞不屈，一仆不是二主，怎么反倒到了最后，变成是我们背叛了呢？也是简直了。其实娜姐走的时候，我对全胜的心就凉了。这么多年，他蛮爱说什么说什么吧。武林走的时候，还培养了两个徒弟，现在接我的班不成问题，我也算对老东家仁至义尽了。娜姐，现在就看你需不需要我了。请你同事吃个饭吧。吃什么？啊，吃什么？我呢，也是为了公司的将来嘛。那大股东的儿子担任董事长，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？全体股东召开董事会。今天的董事会，咱们要讨论一个重要的决议。我提议由常青来出任全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好，接下来大家投票表决。再帮我打印三份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。想当初，就是被这个背影，把这个追风少年放荡不羁的心给虏获了。怎么着？听你这话，还有点追悔莫及的感觉啊？我这是在忆往昔峥嵘岁月呢。这个什么容易，什么往昔岁月啊？赶紧过来帮忙啊！嗯。你懂不懂啊？峥嵘是形容美好。美好，我听你这话呢，怎么觉得你跟着我就不美好了呀？我没这意思啊，我现在的生活也很美好。敷衍，我现在有点口渴了，想喝酸奶，你去帮我买一下呗。行啊，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什么店给你买一瓶。干嘛等一下呀？我现在就想喝了，你帮我去买。那么懒，我懒。现在分明是你好吃懒做吧？想喝酸奶是吧？求我，求我就给你买。你去不去？求我呀！你小子，你可以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！你这女朋友脾气可真大，这在外边都这么不给你面子，这要是娶回家，哼，可有罪受了。
我清澈熟路，还好说。其他部门我有的学了。人事和行政方面的工作是最伤神的，所以董事长这个位置，外人听起来风光，做起来没那么容易。明白。希望您能多帮我。咱们互相帮助吧。职位越高，压力越大，担子不可怕。可怕的就是一边担着担子，一边还要承受莫名其妙的压力。 这主要是吧，给你作为升迁用的礼物，寓意好啊，吉庆有余，再有它招财呀，方位我都看好了，那是个吉位。你懂风水吗？略通。嗯，有意思。我缺德，这事儿您能给布布局吗？别闹，我真缺德。 你别能当董事长，能开玩笑吗？你姓王的了，你请。行，别来，行，你这样我回去再看看，再买两条鱼。来。 大姐，给自己家拿的大盒子，感觉真是太爽了。嗯，怎么才回来呀？过来。 喝酒吗？是学员喝酒。哎呀，对人家女孩温柔点儿。就是，不止她要喝，你也得喝。今天我们旗开得胜，拿下了个大合同，不仅签了，还得到了启动资金，你说该不该喝？真的，那是得喝啊！来，喝一个。来，按点喝啊。嗯。我呀。 本来呢是想跪着来跟你们说，但今天大家这么高兴，我就提前跟你们汇报一下。我想先通过这些投放到综艺节目里面的视频，先预热受众市场，然后让大家喜欢上这些视频里面的人物，喜欢上这些段子，然后我再开发大 IP， 我要做大电影。
呀，也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喝一瓶也能醉的人。靠一会儿啊，靠一会儿。哎，靠一会儿。娜姐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要跟着你干，你可千万不能赶我走。哎，王毅，你说什么呢？来，喝口水，解解酒，乖，听话，喝一口热水。哎，好嘞。娜姐，不管我跟小薇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都不能干。怎么了？你跟林丽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去民政局干什么？你知道了。你个挺淡定，你挺淡定。打你！你怎么打人啊？啊啊！打你？不对吗？好了好了好了。既然都知道了，我也懒得瞒着你。我跟玲玲过不下去了。胡说，根本就是胡闹。搞地下恋情，办公室恋情非要在一起的是你们，爱得死去活来来找我的也是你们，死乞白赖非要结婚的还是你们，这才几天就离婚了，这过家家呢你们？姐，这是我跟玲玲两个人之间的事。你就让我跟他自己去解决就好了。自己解决，去民政局解决，靠离婚来解决。你们以为离婚是什么？啊？是打游戏？是互相制裁？谁更厉害？你知道离婚对两个人伤害是不可逆的。林丽多好的女孩子啊，能对你不好吗？不知道珍惜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去给人道歉去。我道歉，我又没做错什么东西，凭什么我要去道歉？哦，一个人做错了事情，另外一个人就要拿更大的错误来放大这个错误，一错到底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总之就是很有道理的样子，你听着就行了。去给人道歉，去把那个婚给我复了，复婚。哎，我们还没离成呢。你神经病啊你！吃完了，给我钱包呢？钱包在哪？你要干嘛？哼，我要干嘛？身份证扣我这儿，让你离婚，一个大头鬼，精神损失费。哎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为什么告诉我姐？说什么呢？你少在我姐面前叨叨，还告状。你小时候班干部当多了是吧？我告什么状了我？而且娜姐也是我姐，我要是说什么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谁稀罕告你的状？莫名其妙。管得着吗？我才懒得管你这种人呢。吕小维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我什么人？什么人？
我才懒得跟你这种人吵架。你，刘小薇，你给我站住！大姐，这个城市里所有大的风投公司都在这个楼里边。我觉得我们公司要想走向世界，我们就从这栋开始。嗯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又反复的看了我们的方案，没问题，很成熟，可行性真的很高。这几个投资人是不是半路出家，不太懂啊？但凡做一点深入的研究。也不至于对我们这个态度啊！看来要另寻出路了。哎哎哎，你可不能退缩啊！越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越要坚持。好事多磨，好事多磨。啊，对啊，娜姐，我觉得没有你办不到的事。先行拍摄视频，然后把它投放到网上。如果在网络上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，是不是就可以向投资方证明我们拥有这个实力呢？好是挺好，但是演员、设备、资金从哪儿来？我们还有一部分贷款，设备的事情我可以来解决。演员。太疯狂了！我怎么可能？我从来都没有演过戏，你让我看戏还差不多，演戏绝对不行。我的弟弟长得这么惊为天人，不让人看真是太可惜了。姐看好你，给你反应。真要破釜沉舟啊！你知不知道人家古都给了我们多少期限？就一个月，如果一个月之内这个项目不开启的话，古都就收回这个 IP 项目了。到时候告咱们违约，违约金你知道多少钱吗？100万！我去，是不是只要我出马，咱妈的房子就不会被银行收走了？而是你会红。李小维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我说小红要出道了啊，还要当明星了啊！真的，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项目啊，资金链条出现一点点裂痕，只要小薇一出道，马上这事儿就摊平了。对对对，阿姨，真要有收房的那一天，我就把我的房子卖了。没有那一天。没有。放心吧啊。怎么聊天啊？我不是李小。你还有房，姐。嗯，你说我真的能红吗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车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什么，我吧今天那个跟甜心去搞市场调研了，就看看那卡通动漫流行元素是什么。对不起啊，程总监，
常懂。我们也是被司徒浩逼的没办法了，要不然怎么能在您要求开会的时候迟到呢？文总，咱商量商量吧。我知道你对司徒浩有意见，但是首先，你不应该因为这个浪费打架的时间。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，其次你更没有必要冲着我来啊。你可是董事长，我怎么敢冲你？都少说两句吧。那个甜心吧，初衷是好的，他不也是为了栏目好吗？啊，今天主要的就是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甜心，他对于那个搭档吧，他有新的想法，就是想跟你请示一下，看可不可行。想换人。行，我可以退步。不过你们不能由他这么胡来，得好好敲打敲打他，要不然的话，就算你们再不同意，我也一定要把他拿下去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明白，黄总，您就多费心。我呀，我现在就去找他谈去啊。
这儿来了？我跟你说，小浩，最近公司有人反映你，这红了以后吧，就有点发虚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你就迟到又早退的，你就旷工，你要干嘛呀？这不小娜姐这边要拍个电影吗？过来帮帮忙。那你也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呀。思德，这样，咱俩抛开工作关系，你跟老哥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怎么打算的？说实话，哥，我想离开泉盛，去小娜姐那边。那你觉得泉盛会放过你这棵摇钱树吗？我知道他们不能放过我，但是你想啊，哥，早先我进公司的时候作为一个新人，所有人都欺负我，我招谁惹谁了？那要不是小娜姐在背后支持我，我早就走了。当然还有你啊，司徒。全胜呢是不会放弃你这棵摇钱树的，我呢也不会放弃。安静！安什么静？安静啊！吓我一跳！你怎么着？还不让说话呀？有拍摄许可证吗？你们这人拍，哎，这人哪儿呀？谁呀？这是谁啊？会不会说话？干什么呢？你来了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欺负了全剧组的人。行行，好嘞好嘞，上上上台。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大神啊。自打你离开全盛以后吧，哎呀，我这个心就是想你啊，所以我今天这么说你肯定不信啊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那行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这司徒浩呢，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这个不假啊。他现在火了，谁都想挖，我也知道啊。可是你们别忘了，没有全盛这个平台。你再慧眼识珠，他再才华横溢，他也火不了啊！就像这船离开了水，他想漂，他能漂得起来吗？看来我挖老东家墙角这个罪名是逃不掉了。既然你来找我了，我就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挖司徒浩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我从全盛出来，我知道感恩。小娜。你说你不想挖司徒浩这话呢，我信。可是现在司徒浩的表现就是，是吧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这心思根本就不在全胜啊。你要是还念着全胜的好，那你帮我劝劝他，是不是？让他把心思放回全胜。你即使要走，咱也把《明星诞生》第二季拍完了再走，行吗？行。我可以帮你劝劝他。哎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你去劝吧，我就在这儿等。你什么时候又开始学炒股了？一般、啊。我要去现场看一下啊，你就自便吧。好，我这还不够自便呢，你去忙去吧。司徒浩这个孩子呀，挺个性的，属于顺毛驴。你要是给他逼急了，指不定闹出什么麻烦来。我们全胜已经够麻烦的了，里外里都一样。你快快去忙去吧。那行，那你。
现在银行要把这房子给没收了。